等你们两个。东三妹没来啊？哦，三娃不来。董佳佳，你好久没怎么来过了，董佳佳。哦，这个小来娃，好久没抱过了。屁股还是有点大的，屁股有点大，怪了，那个是娃娃抱起好多嘎嘎哟。这就是腿好粗哦，我的天。嗯。有点晃眼睛。你腿有点粗哦。佳佳，那是你们哪个？这是你们哪个？你找小姨。而且指甲盒都没给他剪。剪的，他要放在块。今天都剪上去。看看他的指甲，你不给他剪，他都很容易抓到他指甲。好啦，我感觉他的肚皮有点大。我感觉他的屁股有点大。对，大又胖。那个我的粤菜炖猪肉干，还有笋子。那个猪肉干刚刚好肥哟。啊，吃。哎，这是啥？哎，吃饭。我要烧点腰果。好嘞，好嘞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这个料，你多吃点儿。哎，老师，那个牛肉条都没拿来。还可以。哎呀，你好烦啊！我不烦。你姐姐吃过的都是你姐姐的妈妈。姐姐，你别乱说。也是他的姐姐吗？嗯。对呀。我的哈，那是他的姐姐。大姐姐有。对头，就是大姐姐。他要吃的是那个，是不是？老公，给你八块钱。快把那个脸吃嘞！哎，前面没，你看。嗯。这边。